量杯的更换，首先把我们的这边的量杯先拆出来，用力先敲出来，然后把它拿出来，把下量杯也拿出来，这个固定量杯的。好，换上去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量杯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它装回去。装回去的时候要把它压平，保持这个盘面的平整度就可以了。轻轻的打，不要用力打。好，量杯更换完成。